我真的是一个人要去南法读书。好疯，我要去上学啦。我成功拿到我的行李了，一切平安，只是我三个很难拖，再加上露营，所以我到达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再继续。终于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了，等时间，等转机的时间，现在要去尼斯的小飞机上。很幸运刚刚最后一个上那个接驳车，结果我就变成第二个登机的人。已经太幸运了，我的行李箱有地方放，很开心。终于找到司机了，因为我刚刚叫车，然后我们一直遇不到，然后很奇怪，我明明就在他的点，然后后来就发现啊，原来分两层楼啊，他在楼上等我，我在楼下等他，非常的热，热的点是因为明外面凉凉的，但是因为在车子里面他们没有冷气，因为这里的车子没有冷气，然后太阳晒进来真的是有在热，感觉我会在那边晒到变黑。我上课的地方真的是乡下。刚 Uber 一下车的时候，司机就是跟我说没有办法开进来，必须要走了。然后刚好停在一个餐厅的旁边，那个餐厅他就请那个餐厅的不知道是店员还是客人，应该是店员，然后就请他来帮忙我搬这三颗行李，然后走了大概两分钟的路，然后是楼梯，他就帮我搬了行李，人超好。因为这里都是斜坡，然后我的行李会一直往下滑，然后遇到路人一个女生，她也来帮忙。南法人真的很好哎，他们超热心的，然后看到我一个人推三颗行李都一直想要来帮忙。过一番波折，遇到好邻居，他们帮我搬上来，这两个白的黑的是我自己拖上来的嘛。住隔壁的黑人朋友教我这个门怎么开，但他刚刚也打不开，也是搞了很久才打开，之外帮我搬了行李，还叫我不要去搬，然后他来帮我搬，然后刚好他的朋友们来家里开趴，所以有两个人可以帮忙搬行李，然后他们也觉得很重，很抱歉啊。这是我家，我要在这边住两个礼拜，哇，好大哦！欢迎来到南法的，要拍平线而论吗？哇，刚刚看一下这个窗景，真的是。不敢相信，超漂亮的！哇，天气已经太好了，非常多的游客。哇，看看这个天气，真超棒的耶！这里还有一些可以去哪里玩的手册。这个地方叫格拉斯，这是我的房间，有个床，房间有个窗户。哇。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刚好到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一台剩下3%电，来充电了，顺便来就是化个妆，等下可以去超市买东西了。我觉得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搭机穿搭，因为就是上一次发现 Morgan 这件感觉超赞，我个人有点偏好，就是如果我去搭飞机，就是这坐飞机的时候是不穿裤子状态，所以我一定要穿洋装，这样子我尿尿的时候去厕所才不会裤子掉到地上沾到任何东西，就没有这情况，这样拉起来就可以上厕所。然后再来这一件好的优点是，它好像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它现在夏天穿可能有点热吧，但冬天穿还蛮保暖的。然后这个拉链这边是这样可以上下拉，然后可以拉到最高。最赞的是。它是口袋超大，口袋伸到这边，然后里面就是一直都放什么护照跟机票嘛，丢进去之后，这里有拉链可以把它拉起来，然后护照就不可能被偷。然后我现在在录影的这一台 Osmo Pocket， 我就一直放在这个口袋里，随时可以录，然后再把拉链拉起来。然后我的手机，我也一直把它放在这个洞里面，这样子就不会有人拿。但是最安全的是，它也可以再拿起来一下。超棒的，这以后会变成我搭长途，我一定都会穿这件，尤其是来欧洲，因为怕容易被偷，所以很安全。然后我首次尝试穿这双鞋搭飞机，是拖鞋，是塑胶盔，还超级轻，然后又有点高度，就是很符合我的需求。然后它是 Bottega 的标配，一定要有帽子，就是鸭舌帽，这样就可以防晒，跟这样就可以睡觉这样。今天
Gentle Monster 跟 Jenny 的。对啊，蝴蝶小可爱，这就是我的搭机标配。然后整大素颜嘛，然后就可以这样，就可以睡觉，它也可以很自在。唯一这趟旅程的缺憾是，我居然忘记带颈枕。我还相信你不忘记带颈枕。快速随意用气垫拍一下，然后擦个眼影跟口红，换个衣服。我现在要出门去吃个东西。下来家里楼下发现这里什么都有，哎，跟我想象的乡下南法不太一样。哇，这里真是什么都有，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还在那边担心的要死。这里家附近有一间水果摊，超级可爱，我等一下回家就可以来买水果，各种哎，好多哦，然后还有草莓。刚散步走走走走走，居然被我找到一间河粉店，超想吃河粉的，我要坐在这里吃河粉。Yes， 好开心啊！来南法的第一餐就是吃河粉。吃，但我点到小碗的，就是小碗。好可爱哦！刚吃饭到现在已经有无数只狗经过了。我刚才点这个汤，没想到啊，我这个点错了，点到另外一个干河粉，所以我有两个主食，但我吃完，因为这个很小碗。我来到南法自在很多，不然我今天在戴高乐超级紧张，我一直一个人超怕把你被抢被偷。在巴黎真的是很容易紧张，但在这边好在大家都很热心帮忙。而且没有人看起来也要偷东西，很好吃哎！来，我的正常发挥，两个都吃完了，然后我饮料喝不完，每次都这样。这个还有这么多哎！我为什么会想喜欢可乐的呢？当下真的疯了。我在台北是一个不喝饮料的人，所以我现在这个也喝不完，不知道怎么办。食物我可以，饮料我真的没办法。超市才买了卫生纸、鸡蛋、洗衣锭跟这个水，等下回去再跟你们分享。朋友说法国很好喝的水。每次在欧洲就是在优格冰箱前面都会卡很久，因为太多可以选择，我都不知道选哪一个，好痛苦哦。 Again 又来了啊，有米布丁耶，又想吃米布丁跟优格。这个好了，到家了，立刻拉拉力一下，拉拉力。哦，对，刚刚说要跟大家分享水，是朋友推荐，他说欧洲有一个很好喝的水，法国的水，然后有一个宝宝，这个水最好喝，叫我要买它。这颜色看起来好好看哦，棕冷棕粉棕色这个，嗯，我喜欢上浆这块上红的脸型，一样带这个 Caspi 的这个出门，然后我旁边也会沾一点，让它有点湿润的感觉。选好鞋了，今天穿 Tabby Dark Tan， 这也算是护身符之一，然后跟这个两个可以叠喷。一下楼就遇到这个可爱的车子，好 Q 哦！哇，今天是星期天，很多人在外面散步。坐下来都是人，还好有位置，唯一一个单人位。啊，对对对。吃下午很开心，但大家怎么没在吃东西？发现这里只有我一个东方人，完全只有我一个不是长得像外国人的样子，所以他们都会一直看我。想说这个人怎么
长得跟大家不一样，而且他们对到眼都会微笑，所以他跟着微笑。独旅的悲哀，我拍一个那个在对面吃饭的样子，我还要用脚架，然后大家都在看我，想说这东方人到底在干嘛。你披萨来了，我一个人要把它吃完应该可以了，有点大。带去蒙古的，就是套子啊，它外面的壳可以换，然后换了一个出去。是616，这个颜色是616，我超喜欢。不要来烦哦，你是感觉到我要出，我要走了。OK， 啊、oh, ，It's OK，Thank、okay. you。是啊 ，Yes， thank you。刚刚那个坐隔壁桌的一个男生来跟我聊天，然后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就说 I come from Taiwan。我问他说你是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然后就他就说他去过，不敢相信他的侄子还侄女住在那里。然后他去找他们，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来，我就说我来香氛的学院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会来多久？6个月吗？我说哦没有，我来6个礼拜。他是在做香氛的公司，但刚我没有留着。他说可能还会再遇见吧，因为我刚才急着要结账，没有搭讪人家。进来闻香氛，他们很热情跟我介绍，然后闻到这个味道，我觉得很香。成分里面有琥珀，他要跟我说有 amber， 这里这个也是很香，它里面有檀香跟岩兰草，很可爱的店就在家楼下，我下次要再来。外面有日文歌，真不敢相信。我刚刚回来工作一下，现在要趁最后一个小时去超市买东西。天都还没黑，现在晚上7点，外面的天还是亮的。大试测，这里星期天就很多，已经很多店没开。然后我刚刚就是有先来一趟超市，但是因为我手上拿太多东西，所以我晚点再来。结果没想到今天星期天它要提早关，在 Google Map 上面没有写，就是比较法式作风吧。它现在7点已经关门了。就散步经过，看到一个寿司店，来去吃它好了。我想了一下，决定还是进去好了。一进来跟他攀谈了一下，他会讲中文，然后呢他跟我说对面也是一个香水学院，很多台湾人来，他说 每次都会有10几20个人来这边。然后他在忙着做外送，看到饭店是也是看到绿洲。哎、欸你还要再做很多个，对不对？有好几个外卖啊。哦，很多个外卖。那你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对，我就一个人。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请问怎么称呼呢？我姓马。马先生。叫我静就行了。我名字叫金普马。哦。叫我静就行了。你好，你好。你我是 Ping， 你叫我 Ping 就可以了。Ping。OK，Ping。你好。兄弟。什么意思？哦、我兄弟。很高兴认识你。认识你。啊，兄弟。哦，兄弟。哦，是我。哇，是吗？太好了 ，Enchanté， Enchanté， 啊！在法国，如果每一个说名字的，你就说 Enchan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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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起来了。我明天要去跟同学这样说。哦，每天见了 Enchanté， Enchanté， 啊，好。来吃我的寿司晚餐，先吃这个生菜卷，它是春卷皮，然后生菜，然后跟洛梨，还有鲑鱼。嗯，好吃的菜。嗯，好吃的。比我之前在巴黎吃到的寿司来说，已经很好吃了。吃个鲑鱼。嗯，鱼很新鲜，但饭有点太黏了，咬的嘴巴很酸。吃到现在有个结论，就是我发现我在欧洲吃到的生鱼片啊，鲑鱼都会比尾鱼好吃很多，所以在欧洲好像就是要吃鲑鱼，不知道是它鱼种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好，就最后一个我把它吃完了，那它饭量有够多的，吃的有好饱哦，就吃了很饱。嗨，大家早安，这是开学的第一天。嗯，我化完妆了，故意不化腮红，我想说看起来清洁一点，就不会妆太浓。第一天就叫车去上学。
车子等了非常久。这是我们的午餐时间，同学们要吃午餐了。老师坐在我的旁边。Are there any other grocery stores that you can go to and like just drive to? Oh, sorry, too fast. Yes, to me, New York. New York. What's your name? Oh, my God. What's your name? I'm from New York. I'm from New York.Not as like extreme as this. Yeah. But right around us, there's some really beautiful hikes. I think it's not unlike, obviously, the west, but it's sort of more achievable. Yeah. Probably. Yes. I was going to say more dense and populated, but actually, I'm not sure it is.哇，我们学校有游泳池耶，这个景色好赞啊，我每天都在这里吃午餐，这是我们的午餐时间，吃的是营养午餐，长桌是就跟我同班的同学们，然后这是隔壁班的同学，天气已经太好了，明明早上在那边下大雨，然后在楼上顶楼吃饭，这是我们学校的走廊，走下来就是我们的教室。香水类的东西，这间大教室是我们的教室。现在是下午的休息时间，我刚才快速的架了脚架，拍了第一套，就是第一天来学校的衣服，很害羞。上课最困难的是，我如果录影或拍照的话，真的非常改优，因为这里的人都很认真上课，所以我觉得拍东西实在是太尴尬了。希望我明天可以更自在一点。